咱连续到今日头一天，各地部分算是平顺，只有部分路段出现塞车。今日台湾阁增加三个境外刷入的病例，分别是两名印尼的男性渔家，甲一名长期住伫个美国的台湾人。秀山东湖黄清洁人员伫表嫂进前想要先食早顿，煞好二十外只狗抢食，造成手镜头断去。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一月七日公司暗时新闻，我是邓世东。今日是新年二零二一年的头一天，在这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先来关心这个天气，下年的这一波寒流和宜兰的太平山，在早起7:45左右是落雪了。虽然落无到半点钟，也不过已经予咱台真过民众是看甲真欢喜。第一波寒流是有豆豆的减弱，但也不过气象局是继续发布了低温特报。不过这后礼拜恐惊阁有强烈的这大陆冷空气要南下，会阁出现低温。葡萄边的树啊，伫落雪了后一片白色色，美丽景色都亲像伫个红阿维世界内底。既然太平山元旦落白雪，和单程过民众学到个特技。最偏远的一个据点就是台湾三毛局步道的终点，在早上7:45开始下起了一场将近30分钟的雪。其实整个太平山，游乐区就是说平均的温度都在0度到-3度之间。那其实有一点点慢慢在回温的趋势，还是很漂亮啊。对啊，有白色的就很漂亮。姚平将透早就伫太平山等日头出来，金黄色的光线慢慢从云层当中透出来。不过因为云层太过高，无法度看到日出的美景。伫中部不少人就冲去合欢山要看雪，后路是大塞车，因为落雪条件不够，只出现冰柱的景象。不过也真水，因为寒流慢慢减少，气温回升，美景也一时也都无看。寒流是会持续的减弱，那一直到四号来讲都是一个减弱的过程，所以温度上来讲，一天是会比一天还要再回升的一个趋势。那甚至我们在三号、四号的时候，整个高温上的一个温度上来讲，都是会更为回升的比较明显。虽然气温慢慢升高，暗过日夜温差依然真大，气象局也预告，七号有一波水气较侪冷空气入南，七七了后冷空气强度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顶级，会更加湿冷，大家爱穿较少咧。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元旦三天连续假期的头一天，各地的状况，公路这南向只有这个石碇、槟榔的路段车是较侪，也毋过车况阁算平顺。下晡两点了后，车条是已经到豆仔所改，公路的这雪山、崩坑通过量到下晡三点，差不多28,000台的车次，比去年同期是减少4%。伫国三的这个中寮崩坑是因为发生事故，一度塞车7公里长。元旦假期期间，各道路况大部分真好。高公局表示，比原本预估车流出现时间较慢。国一路南中立路段河口服务区到新竹，国三路南三莺角莺角出现塞车，国五路南中头过后摇车条，下晡2点过后较疏解。预估初一全市交通量上看115,000车公里。下午的部分会有则变成有减少趋势，至于是不是我们此次的管制措施 的成效外，这次还有疫情以及气候的影响下，就我们还需要多多的分析。国公局表示，公路因为石碇啊甲槟榔路南封路，12月31尾暗啊甲初一透早12点过后，就陆续疏解。到初一下晡3点，雪山崩坑车通过差不多是2.8万车次，比去年同期减少4%。宜兰县苏荷警分局初一透早就甲派警力伫苏花街苏荷段附近路口疏导交通，中道是车较侪，暗过下晡3点过后是真顺利。花莲苏花街透早出现路南车流。这摆年假有真侪游客提早罗南跨年，12月31苏花街罗南车流量比过去平常时节提早消化车流，元旦路况真顺。那预估今天预计将近有10,000到12,000辆的南下车潮。公路中头过后，罗南高雄站管制结束，出现一波车潮，下晡2点过后车流量已经缩减。另外，北环的车潮按算是伫个初二中昼出现，阁继续到暗时，各地用路人加量大众运输工具。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台湾又搁增加三个新冠病毒的境外线入来病例，分别是两名印尼的男性移工，搁有一名长期住伫个美国即个台湾籍的即个男性。另外，上海伫个38公布境外病例，其中一个是台湾人。指挥中心表示讲，即个病人就是十月底捌确诊的病人，伊伫个11月底完成治疗，采检两届拢正做阴性了后才出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一公布新增加三个境外移入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例，其中安和801、802，这两个人拢是印尼籍20多岁男性的移工，去年12月17日来台湾做工作，上飞机之前拢有附三天来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伫个集中检疫所拢无症状。12月30日检疫期满之前，搁采检了后才确诊，因为检疫期间无甲别人接触，所以无考虑接触者。另外，803例是台湾籍20多岁男性。长期住伫美国，去年12月26日回国，入境了后伫引导居家检疫，依旧开始发烧，由卫生单位安排采检了后确诊。他因为没有在居家检疫期间有接触其他的病患，哦，不需要框列接触者。今日才传出一个为台湾去到上海新冠肺炎的病例，指挥中心调查发现讲，都是10月底捌确诊的个案，案号552。这个个案是台湾籍30多岁男性，2019年12月份去菲律宾做工作，去年10月中开始扫。家己食药啊了后，症状有改善。12月25日返来台湾，伫个机场采检是阴性。12月26日出现烧等等的症状，集中检疫所安排去予医生看了后确诊。不过这个个案，伫个去年11月19日治疗了后，有达到2次采检阴性的标准了后出院。顶日也去上海，12月30日经过上海卫生单位检验了后，又一次确诊。指挥中心表示，这个患苦的个案病毒是弱阳性，并无传染力。所以应该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复阳的个案，病毒排出的这个可能长达可以到80多天，甚至100多天的这个期间呢，阴阴阳阳反复在进，这个想大家都看过很多哈。因为台湾已经有2例英国变种病毒的个案，指挥中心公布，为12月13日返点开始，为英国入境，也够有过去14天有英国旅游史的人，都要去集中检疫所检疫，差不多有200人。符合这个条件检疫期满的有124个人，阴性的呢是106人，裁检完但是还在检验中的有5人，已裁检的111人哈。下年暗会期间。全台湾各地拢发现有当地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出现，不过拢去予天网掌着，人数超过30个。目前地方政府已经依法来裁罚。指挥中心表示，天网是一种电子围篱的概念，不是高靠手机啊尔。伊若较有路的部分，伊是无愿意加讲。呼吁隔离佮检疫的民众，唔通无咧信道来违法。嘛强调讲，过来新疆休困会有大量的人丁，可能会佮启动天网，避免佮有当地自主健康管理的人乌白拍走。记者综合报道。今天是来自正式开放进口的头一天，6都内底包括台北市长柯文哲、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台中市长卢秀燕，拢到卖场甲店家去视察肉品的这个标示状况。院国行政院长有宣布讲，部分县市的食安自治条例内底，内这人检处的条文有违反着宪法，抵触着中央的法规。含内这美的初一开放进口，台北市以食安自治条例辅导连锁超商超市大卖场，这无含内克多巴胺专区。元旦一早，台北市长郭明仁就去卖场买台湾猪肉。中央政府相当蛮横不讲理哦，就这样强行通过一些法令的时候，我们怎么让尽我们的能力去保持人民可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北市府指出，目前通路上无设专区卖法，暗过表示无实在相关研发400万。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到板桥车站视察，无来美食食环专区店家爱表示，猪肉原产地无含来这只资讯。统一把来猪或不来猪标示清楚，像我们今天的业者，按照我们的食安原有的自治条例，把它标示出来，这是我地方政府该尽的责任。不过，行政院前一天宣布，部分县市自治条例中的内这人检处条文违宪，甲中央法规违背。国民党批评执政党亲像太上皇。侯友宜表示支持新北市议会提出撤宪。台中市长卢秀燕讲，台中市未放水。这是市民所希望的一个守护食安的条例。那过去3年执行的绩效很好，那么也因此呢，中央要放水，我们不会放水。新竹市是目前全国唯一无定来自人检处相关法规的县市。市长林智坚到传统市场视察摊商，是不是做到三地标示？消费者也可以在现场哦，说透过 QR code 来了解这个肉品的这个原产地。
公务员拿这篇违宪的组织条例，行政政务委员罗秉成表示，公务员会上天界，行政的秘书长李明安回应，罗秉成是希望地方政府唔通为难公务员，行政的未主动处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府的这个茶山甲寿山四季拢有台湾狗出现，常常会当听到讲，这个狗抢食物食的代志。即马煞有寿山动物园一个60岁的清洁人员，伫早起要摒扫进前，起出胖讲想要先食早顿，煞予20多只狗围起抢食。这受害者的手是予掠狗拢是伤，手筋头阁断去，治疗了后阁需要复健。工作人员提到，中午菜市大穿，下向抢拿，要赶走这台湾米狗。高雄寿山动物园内底四间看到这狗啊，正经就传出有摒扫的人在摒扫进前先吃胖，确实乎20多只狗啊，甲围起来抢食伊的物件，手拔了甲肉拢现开，今日登去治疗了也复健。那它伤到的部分大概是左手的手掌背，那这边其实是影响到它可能手指的一些活动的灵活。那它目前其实是有手术成功，那所以其实它是在复健当中。为了避免游客和狗啊抢食惊到，寿山动物园随时公布提醒游客爱将物件收好，食物件所在有保存来巡逻，避免狗啊挖滚。本来就不可以，就是喂食啊，那你食物本来就不能出现。从刚进来开始就看到一堆猴子四处乱窜，很恐怖，尽量不带食物进来。知影这狗啊真歹，游客直接拢无炸食物件。李副官和狗啊抢甲真有经验的店头，店内随时拢有放着滚啊这物件，方便来吓惊这抢食的狗啊。蹲下拿石头，它就会跑，食物就让它抢，就不给它争了。狗啊抢食造成游客甲工作人员的困扰，不过这却是狗啊长久以来予人类饲食所留下恶果。寿山动物园讲，米狗无主动的攻击性，大部分是为食物而来，提醒民众卖主动来接近，卖去人伊饲伊，保持距离，才有法度和平来共存。记者综合报道。这冬季上强的寒流发威，云林沿海地区透早这低温只有7度左右，包括这台西甲口湖拢传出讲有沙白鱼来冷死的这灾情。云林县府是已经派人去调查，嘛呼吁这个养殖业者若是有灾情，爱赶紧向当地公所来通报。一早就来到气温，就已经冻伤的沙白鱼捞起来，伫冬以来上强的寒流发威。这两天云林沿海地区一透早的气温只有7度左右，包括台西、口湖等沿海地区，拢传出沙白鱼被冻死的灾情。啊，600尾死几尾？死到无法去了啦，只要要切了。确定？10度以下就死哦。啊，这10度就死了啦，10度就死了啦。当地渔民表示，像你打冻伤还是冻死捞起来沙白鱼，过冬赶紧以介绍客家来卖处理做加工品，若介绍久无捞起来。看见这个蛋来堆肥，过惊影响规个蛤蟆池，所以规工需要来回巡视几啊届。温广旺老厝嘛派查埔员巡视，拢站袂住啊，拢会死。因为头一工伊较无遐尼严重，第二工来像今仔日来安尼就拢死啊。目前是有零星的一些鱼有浮起来，因为他们可能有时候受寒，可能会有一些迟发性的啦，所以说我们后续会再请那个查报员持续去查报去看，然后也会请公所帮我们汇报。乱处表示，目前只淡水的沙白鱼，大部分拢属于蛤蟆池的工作鱼。目前虽然只有传出小块灾情，但因为寒流持续几啊天，烦恼鱼类突发性的航海发生，会阁观察一礼拜看灾情是毋扩大，必要时阵会来申请灾害救助，帮渔民补贴经济损失。记者吴念报道。2021年的头一天，早起11点，中国军机又搁在咱台湾的西南空域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的大会，搁一摆强调讲，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甲九二共识。3月，中国全国政协新年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讲，对台坚持九二共识甲一国两制方针。不过，伫央视发布的2021新年谈话会，习近平是真罕的，并无讲到台湾甲香港的议题。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国台办主任刘杰又搁再讲，坚决一中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卖做外部势力操弄的棋啊！立海协会长张志军是伫个两岸关系杂志发表新年的贺词，强调两岸关系好，台湾的同胞才会好。
2021年头一天，有军事飞机落到中共军机载机载点，搁再出现在咱国西南空域，宽度2500公尺。当时在西南空域周边，由美国海军 P-8A 巡逻机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海域。另外，央视看见暗飞，搁看到熟悉台湾艺人面张。台湾艺人王耀庆三一穿着红莲花布的西装，以中国台湾艺人的姿态登上央视看见暗飞，加讲有歌手合唱《我甲我的祖国》。一首祖国大合唱，画面更加不时出现中共解放军少将陈薇。我分摊着海底忧愁，我最亲爱的祖国。陆委会呼吁国人不应参加中共举办的相关活动而沦为中共对台统战的样板工具，也不应支持协助中共对台进行统战宣传而伤害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刘玉辉呼吁民众不应该参加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活动，伤害咱国的国家认同。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过去真侪人拢会去纽约世博广场参加下年的活动，今年因为疫情改做是网络直播，只有对着工作人员、表演者，还有特别来宾以及人员来开放。美国总统川普嘛透过推特来发表伊做总统最后一届的新年演讲。全球落来了后，政策改变充满阴影。一空一空，虽然因为防疫的关系，在广场无人当做会为民，但过至少还可以挂嘴安斗阵庆祝。每年拢有数百万人到纽约世博广场参加跨年活动，今年以线顶直播。除了工作人员、表演者演一场，另外以自控自控英雄年为主题，邀请医护人员以特别嘉宾出席。回顾这几年来风风雨雨，美国总统川普提早登去白宫，透过推特发表最后一摆新年讲话，讲伊近来政策。Normally, developing a vaccine takes up to 10 years.Thanks to Operation Warp Speed, we developed a vaccine in just 9 months. We've already begun a nationwide vaccination program, and we're sending the vaccine all over the world. The world will benefit, we'll benefit, and everybody's calling to thank me.七分半钟的新年讲话，对于过去指控的选举作弊拢无讲，反倒但是结束了后宣布要延长移民甲工作证禁令到3月，讲是对抗疫情。I believe that if we do the kind of vaccines through April, May, June, July, that by the time we get to the early fall, we will have enough good herd immunity to be able to really get back to some strong semblance of normality.美国去年做疫苗计划无达到预期的目标，扶持呼吁联邦政府提供更加多资源，让各州能尽快完成任务。另外，有高度传染力的变种病毒已经在南加州、加科罗拉多州出现，目前也无研究证实疫苗是不是有效。纽约市长贝苏霍已经表示，希望一月结束进行100万的纽约居民都能接种疫苗。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明仔天气安怎？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19度，上低温度是11度。中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22度，上低温度是9度。南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23度，上低温度是12度。东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21度，上低温度是13度。我的地区上悬的温度是16度，上低温度是7度。新闻最后再回来去日本新内村，看这日本新内村民众迎接新年的这了木啊光。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暗时新闻，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